知不知道这风景最美的地方是在哪里？是的，这里是泰国。为何这里是最喜爱的地方啊？因为无论您遇到海、太阳或是沙，看到这些美景是终身难忘的。这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在泰国南部安达曼沿海地区。安达曼轮船集团公司是一家在安达曼海域有丰富轮船运输经验的公司。这家公司从公元1999年开张营业，它的办公地点位于普吉岛、甲米府、曼谷，还有皮皮岛，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旅客从各地往返皮皮岛。我们这家轮船公司装有安全救生衣。行程只需要1.5小时，就能够将乘客安全送达到皮皮岛上。本公司的渡轮每天从普吉岛与甲米府运输乘客送达到皮皮岛。每天运送旅客到达皮皮岛，我们还为旅客提供了到达其他地点的车船联运服务，也可以到达兰达岛、苏梅岛、潘雅岛以及龟岛。安达曼轮船公司也有代理皮皮岛上的3家度假村。皮皮岛自然度假村是一间3星级度假村，可以感受到天然气息、新鲜空气，客房是建立在静静气氛的热带森林中。皮皮爱旅湾度假村提供美丽的泰式建筑，是建立在距离白海滩不远处的连通海滩。皮皮长海滩度假村与别墅改建于公元2015年，已经正式开业，离通寨村码头不远，乘小船只需要10分钟时间。船只运输、一日游、度假住宿全包服务等等，
或是岛上附近游玩、娱乐、度假等各种活动，安达曼轮船公司都能为您安排。需更多资料，请上 andamanwebmaster.com 以及 thaitravelpass.com。 轻松的旅行来自于安达曼轮船公司 Simply Travel Pass by Andaman Web Master。